请让我们一起加把劲来帮助我们社会当中需要我们的善心需要我们的帮助的人士。是的，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这群来自拉萨尔艺术学院的年轻学生们，他们的艺术作品即将在现场揭晓了。是的，杨宗纬也到场来这里支持，现在呢还要带来他的第一首新歌《被遗忘的》，掌声鼓励。Hello， 大家好。他的喘息终于远去了，这夜安分了。心是凉的，我的孤独已经到站了，受够了曲折，不再闹了。有那么多的忧伤围绕着，疲惫的双眼，怀念忘了人，当人被失落寂寞簇拥着，这样的片刻，我只想唱歌，拍下风中的风筝，有翱翔的旅程，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残忍或不残忍，已不许谁难以割舍，而被遗忘的是那些放开手的人，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那些放开手的人，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它像风中的风筝，有翱翔的旅程。被遗忘的是握着放开手的人，不会残忍，也不会难以割舍。被遗忘的是握着放开手的人，绕过山又飘过。被遗忘的是放开手的人，我该遗忘的是你赞美过的单纯。谢谢，谢谢杨宗纬精彩演唱，谢谢。哇，真的非常好听的歌，谢谢。的确，那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哦，刚才呢这个歌好听，而在现场的视觉上更是一场享受。
非常感谢来自拉萨尔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呈现如此精彩的作品，谢谢。哎，掌声鼓励。那我想要问一下杨宗纬，是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就是做筹款的一个活动吗？对，这样子也公益性很有意义的活动是第一次。第一次，那感觉如何？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其实我觉得我今天特别开心。对，怎么说呢？然后因为阔别很久，然后又重新回到新加坡，嗯，然后又做第一次在新加坡做这个公益的活动，其实我觉得连我自己都感觉到很幸运很荣幸这样子。对，是，所以我们现在呢也要拜托你帮忙一件事情，现在请你发动所有的歌迷朋友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捐款热线。好，对，好的，请拨打1900-112-8805-8820-8850-8800。谢谢。那接下来呢，当然相信大家对于他的歌声还是意犹未尽的吧，对不对啊？马上要邀请杨宗纬再为我们演唱一首歌曲了。没问题。是的，你要带来的是什么歌曲呢？因为单身的缘故。好，掌声鼓励给我们的杨宗纬。谢谢。为爱你们，那就放肆的尖叫一下吧。因为单身的缘故，日子过得比较素，刚开始有点难度，现在比较知道怎么对付。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难免的窗户，看看今天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虚线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期的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不景，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无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未忘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转战都表露，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未忘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进肢体虚无，我把精髓往去骨，我像武士得专心练法术。窗户，看看今天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遇见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期的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因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们都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无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未忘在自己的国度，每一个旋转都感触，每一个转战都表露，先彻底抽离再全部投入。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未忘在自己的国度，我在转进之间虚无，我把精髓往去骨，我像武士得专心练法术。
我是巫师，我练我的法术。李宗盛和我一样，都过得非常素。谢谢你们，谢谢。